到底美到什么程度？果然，名不虚传。又梦到和别人打架了。你，爹爹，快陪我玩！我有儿子了。鹿儿要当哥哥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当哥哥了，我要哥哥救救他们去。我再重新给你买一个。不，我要你亲手做给我。